我在上班了，你找我有事儿吗？走，我请你吃饭去。吃饭？我不去。我花钱，不用你花钱。这不是谁花不花钱的问题，你说你是老板他闺女，你老请我吃饭干什么？你是不是傻呀？我什么意思你不知道？哎，你听我说，咱俩是真不合适。我啊就是一农村穷小子，你是一个富家女，咱俩门不当户不对啊。哎呀，只要我喜欢就行了，管那么多干嘛呀？你喜欢，那我不喜欢呀。好了，就这样吧。你以后啊，别老请我吃饭了啊。我先回去上班去了，一堆事儿呢。哎，小浩，你那个同事刘浩东呢？他辞职了。什么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昨天，工资都没有。这家伙真不是个男人。妈，你这还要钱啊？你说我这刚从家来，我非打弄点车回去收货，那你我现在跟你走了，我这不是白来了？那行吧，给你200块。行，那这吃饭，走。咋个吃了？那没事，我就先走了啊。哦，行。董子。哎呀妈，你回来了。我今天在外面碰见一个大傻子，我把他逮咋事了呀？他给我200块钱。哎呀，那你碰见的大傻子可够啥的。可不是那么的，走，别干了，咱去歇会儿。啊，行好。
范家庄292号，就是这家了。家里有人吗？谁呀？炸！忙你哪么了？你娘个打啥事上这家来了？